嘿，大家好，我是醒猴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陈浩。那么今天这一部影片，我们带来的是奇尔的一个实战解说。那么在开头这里，大家非常凶，直接去录纳克罗斯的蓝啊！我马上跟上来，看到苗头不对，我们的勇直接收掉纳克。这个时候往前跟进，二技能过来这里刷一下对方的这个他是谁？他是萨尼哦。那我的常常呢被人家说这二技能乱刷，那我们这一场呢就好好的刷，给他刷好刷满哦。那通常呢，这个一技能有刷到，是我们二技能再进场啊，除非你很有把握，那我们再用一个二技能直接过去，那刷到他之后，一技能确定可以命中，好、哦、再说啊，不然基本上呢，我们这个一二技能使用啊，你二技能没得刷，没办法刷出被动的时候，就不要往前了、哦、啊，不然的话会被酸民酸酸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再往自己家的蓝 buff 过去靠，刚刚在下路那边耗掉太多的血啊，就为了去赚萨尼那一颗人头。好，那这一场呢，其实可以看到我们前期是怎么样？哎呀，真的是孔明借东风，借西风，借南风，借北风，什么风都借得到，碰到不得了，也是算是蛮顺风的啊。不管什么风，能顺风的就是好风。来，我们往中路这边看一下空花姐，密地加空花姐，看一下，等一下有没有机会看到什么？看到黑影就开大，我吓死一技能往后拉，我再用一技能刮一下，再用二技能往后拉。当下呢，我只想着，不行不行，我要助攻，我要助攻，所以我就直接大招这么给他开下去哈、哦。他的中路的这个塔呢，牺牲掉了我们的查哥纳之后，终于啊换掉了。那这时候当然啊不免俗的来关照一下魔龙，来开心照顾一下哈、哦。那我带的鞋子呢是魔，等一下等一下，这个阿多你还不过来帮我，我有点快嗝屁的感觉啊。哦，被这魔龙这么一震，还好最后成功的拿掉。我们带的鞋子是魔穿鞋，增加自己的一个。杀伤力啊！我想这个魔穿鞋加的75魔穿其实非常非常的够啊，在前期来讲啊，不管是 gank 或是打野怪，我、哦、都算蛮够的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呢，快速一样刷野，中路这边看到苗头不对，这个一个神之卡墙啊，苗头不对之后我就卡墙，下的一个我墙卡在那边了。那我有先出一个这个小法球哦，小法球，所以大家也可以啊模仿一下，因为你升等的时候呢，就会有额外的这个血量啊回起来，这对于前期啊续航力比较差的骑士来讲，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装备啊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，把它出出来，来这里再做一个漂亮的蹲点，我们来看下这图人怎么死的、哦，那直接一个一技能刮到大刀，直接给他绞起来 ，B5 直接收掉，秒杀，真是秒杀，连碰都碰不到，我就直接嗝屁啊。我觉得奇尔堪称是纳克罗斯的一个这个克星啊，然后因为纳克进来你要挑飞是吗？我要挑飞我就直接开大，你也挑飞不了我。对，那这一波队友打得非常凶，勇在后面拆塔，中路的纳克呢也是伺机而动，直接到中路那里去拆啊，完全不留情面啊，不知道他们处于逆风状态，居然还敢这么嚣张，但是没办法，人嘛就是这样，你看拆了一座还想拆第二座。这边看到这萨尼直接哇，如入 无人之势，你知不？哎，那底下个人惊了来，你知不？那是妖修，好像我们这没人一样，直接走到我们正中央啊！看他出也不多人啊，太扯了、啊，这萨尼啊，这萨尼想送想抖，那也不是这个办法吧？我们趁着纳克呢在其他地方啊想要偷拆塔的时候，哇，他一个人分推掉两座塔。真的是太厉害了，我们这边还是要吃一点其他东西补一下。那这边纳克应该是走不掉，我们勇遇到纳克就直接送他归西啊。那为了弥补呢纳克呢所做的一切，这时候呢我们居然还把上塔漏在那边，完了上塔又要爆了。这个感觉哦，这个虽然说我们有优势啊，但怎么觉得浪起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有点在浪 life 的感觉。哇，上塔又爆了，这边想偷个蓝，但偷不到。好，只能摸摸鼻子，直接走人，认了，你知道吗？只能认了。那往这个自己家的野区哦，继续刷野。奇尔呢，在这个大概11、12等的时候，第二把双刀丢出来的时候，不管是刷野还是刷人，都非常非常的快速，快去 gank 快，你知道吗？看到人头给他刷下去，我大招直接大招都可以刷死。慢慢演示一下，对方纳克已经看到了，还不走，再不走是来啊，纳克罗斯人嘞，好不在，好他走他走。好，那今天本来想找他演示一下的，那在这个哇，队友在自己完全毫无预警情况下，居然哦吃掉了这个凯撒，太凶猛了。那不过呢，刚刚纳克罗在下路啊，所以他们去吃凯撒也是，这个勇完了完了完了，队友直接就这么给他打起来。这边再偷一个90块，
马上赶快帮忙，吃了凯撒之后浪起来了，兄弟们浪起来了，看到纳克罗斯大刀直接给他绞下来，收头之后呢，再一个一技能哦，看到对方反转在我旁边，我再一次嗝屁。那我们这一波呢，成功的因为吃了凯撒呢，啊、哦、被凯撒被这个反将一军了、啊，哦原本以为吃凯撒是一个好兆头，殊不知，来我们演示一下纳克罗斯这边什么叫做一个大招开起来就直接收掉，啊、哦、完完全全的收掉啊。哇、哦，好凄惨，好凄凉啊！这纳克罗斯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招架的余地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我们奇尔呢？你看，其实刷野怪什么的，到中后其实非常非常之快。哦，这是快野侠，你知道吗？那现在对方呢，只剩各个的高丽塔都还在，弄迪雷啦。哦，阿贝帕想到天空巨龙飞出来，我直接跟他打起来，我有大招，别怕。我们想要在下路呢做一些坏坏的事情了，哦，但是对方的图轮的往后拉了，那这边稍微躲一下，不行的不行的，我、哦、看到一个纳克罗斯大刀再给他刷起来，哇，你们看我们在小地图上看到纳克直接不留情面，你知道吗？这真的是完全不给对方纳克罗斯面子啊，大刀看到就直接刷起来，欸、这真的很痛哎、欸，你看这奇尔痛的一个不像话，痛的叫妈妈，你知道吗？那我们有红 buff， 这红 buff 让给我们的夜叉上路这座塔呢，再拆掉哦，再拆一座，你知道吗？上路这一座再逼进来，我们再拆。我们现在有十万大军，你看那群小兵这么肥，那我们来做一个调虎离山之计啊！哦，以为我要拆上路，其实我要拆下面，哦，下面直接拆起来。哦，那肚子饿了就下面给你吃。来这边看到对方的战尼尔，哦，有没有二技能？有，我们再往前。哦，有了再往前，来这边稍微的等待一下。其实这一场啊，感觉已经胜券在握，你知道吗？十拿九稳啊！我看一下这边，来这边看一下哦。我们等一下，有没有人大招直接给他搅起来？我们的勇还是被对方纳克罗斯收掉。那这一波我们打的是残的残哦，死的死。那这已经不能打，我的护盾直接被打出来了。不过我们现在等级已经有一个很庞大的优势了，我现在等级算是蛮高的、啊。来这边再把古龙给吃一吃啊！这个时候呢，对方呢急着就是要怎么样守塔了。那我们这边呢，再往自己家野怪去吃啊。那凯撒又还没出来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大概再吃一只凯撒就 OK 了。这凯撒吃掉，那基本上十拿九稳的事情了。哦，这对对方来讲呢是，应该是处于一个非常非常恐慌的时期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看啊，我们现在有什么？我们现在有一个进去就可以无敌，直接开一个大招就可以干掉对方的凡恩，或是纳克罗斯，或是任何一个后排的奇尔。然后呢，哦，对方有什么大招吗？对方的辅助有什么大招？我们还有一个大象可以解控，对，萨尼过来，哎，其实他们控制技能不多，哦，还可以解控。那这边我、哦、看到了我们的什么？谁过去嗝屁了？我的妈呀！我们的杜恩是不是死了？哇，这边傻眼啊、哦！不过没关系，我们换到一条魔王针大刀，直接给他绞起来。看到纳克罗斯再一次收割，完了，我丢这个一技能真的太傻了，你知道吗？丢这个一技能真的太对不起我幼稚园老师啊！刚刚真的不应该丢的。啊，我就是在那边丢了这个一技能，所以停顿了一下，直接被收掉。好、哦，这边看到队友直接打起来，完全不管我们有人死掉啊！哇，这个勇，哇，这个夜叉太凶了！哇，到底在搞啥嘛？我傻眼了、啊，我真的傻眼，我真的很常遇到这样啊，就是突然就觉得自己好像会赢的，然后浪起来这样。那这边呢可以看到对方呢在下路露头，这时候呢我赶快啊抠着队友来吃凯撒。那因为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其实非常非常的紧哦，非常非常的紧，真的是比紧还要紧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现在有深渊魔龙的这个、啊，然后再加上啊本来凯撒被打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会降低这个吸血量。这边大招赶快绞起来，差这么一点啊！哇，凡恩及时登场啊，这一波直接被戳爆啊！那这边哇，看到我们的队友一一嗝屁，大象跟阿敦两个坦克全部死亡，现在只剩夜叉跟勇。那夜叉跟勇两个人要守住五个人，而且对方还拥有凯撒，对方凡恩现在拥有三连杀，太凶猛了！我真赶快抠手一下，我心里现在心脏扑通扑通的跳啊！我觉得已经胜券在握的东西，你们知道吗？这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差，这很像什么呢？很像是你买了一个土耳其冰淇淋，就60块，已经超级贵，走一走还掉地上，然后整坨全部都掉地上，完全都不能吃啊！这个蛹直接被挑飞之后，马上这他掉了，我看傻眼。哦，这场比赛呢就是这么傻眼，非常非常傻眼的结束了。哦，这一场。这个你知道，
这个人生嘛，对不对？就是总是有高高低低，有起起伏伏。好，人生少了这些调味料就不叫人生了。所以我们看待这一切，好不好？这就是一个有趣的回忆。好，那如果喜欢片，订阅一下 YouTube 频道，可以到 Facebook 按赞 Instagram 帮我追踪一下。那么就下部影片再见面喽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